为什么张西比我的闹钟早起啊？我才是你的闹钟啊。今天早上可以请假？不行啊，早上有个重要事讯会要开。反正我们下礼拜就要出去玩啦。嗯？肯定啊。下礼拜？我们下礼拜不是要去垦丁玩吗？是。哦，我今天要跟你讲那个 ，Barry 那边有一个暗招找我。什么时候？下礼拜。还不确定哪一天啊，要看天气。德国广告公司很多钱呢。你知道我好不容易请了一个礼拜的年假，你知道我年假只有十天吗？对不起啊。挺需要这个案子，而且他难得找我哎。我们多久没有出去了？你知道我想透气、放轻松，我想晒太阳。晒太阳，屋顶啊，我们屋顶可以晒太阳啊。起啦，是我自己白痴，其实没什么案子啊，就能接就接。我在跟 Barry 瞧一下时间嘛，好不好？
你昨天晚餐的那个包子要带去公司吃吗？你吃吧。谢谢宝贝。不是，我真的很想知道，我想这也是社会大众的疑问啊，为什么你们这些医学专家怕艾尔文病毒怕成这样？好，现在情况是这样子哦，可能大概就是讲这艾尔文病毒哦，伊的症状哦，跟一般感冒差不多。嗯，我们之所以一直关注这个病毒的突变能力，原因其实很简单，我请大家看一下哦。请大家看哦，这个病毒休眠中这个蛋白链哦，我们可以发现特定的病毒序列，它其实这部分跟狂犬病的病毒非常相似。博士啊，博士，我喊你有一天哦，博士听我讲一下啦。不是，你是有专家讲过呀，我把听过呀，明明就没有死人，你一直讲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发现这是艾尔文病毒。在选举前出现，我再强调一次哦，我们社会一个必须要谨慎小心的来看待这件事情。你好了没？你刚好看到？看到什么？你垃圾可以不要每次都乱丢吗？哎，阿哲，老赵，老赵，警长。有要紧无啦？啊？哪有要紧？有啥代志？看医生啊！看医生？即卖哦，去病院哦，排了拢排有够长的咧。啊，搁有啊，迄医生敢会晓讲，留在家里，不要到处乱跑。迄我嘛晓讲啊，我嘛医生呢。嘿嘿。啊，搁有啊，即卖新闻伫报迄哦。什么疫情啊、病毒啊，迄拢是假，拢嘛是遐粪扫媒体吼，画好咱啦，画到即卖股票哦，拢落个稀咧咧，安尼哦，会好野人再赚大钱，安尼哦，嗯，要小输哦，迄我若好野人，我嘛要安尼赚。哦，你看我在高赞他发足济啦。看阿咪哦，我再办一挂给你啦。哦，好啦，感谢哦，林总。免谢啦。阿婷，现在几点啊？快八点半了。林总，你再见哦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爸爸，
拜拜。是吧？刚才欺负去了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啦。哦，还是我等一下晚上来煮大餐好不好？好呀，你要煮什么？我在，反正能配九层塔的好不好？保证。小心啊！你有没带？没有。哦 ，OK。我下。哎，少，我这，赶快牛。免了，我度假加贵。哦，我要一杯中杯美式，带走，谢谢。哦，阿内利，请稍等几秒，我先帮一个小姐坐一下。好。现在疫情那么严重，现在那个房地产的价格啊，比去年还便宜耶。你要紧吗？
干拍死给你弄掉。
就小事而已。我看你很专心。你现在哈、没有人在车上看书嘞，都是在滑手机。嗯，是啊。你的小说是讲什么、阿贝，我知道你想找人聊天，但我现在只想看书。对对对，你想看书，我知道。常常在捷运碰到，所以我想说，就聊天了、还有，我觉得你真的很漂亮。谢谢。在哪里上班？到底够了没？我已经说了，叫你不要烦我了。你是要逼我报警，把你抓进警察局告你性骚扰，是不是？再不闭嘴，我就真的送你进警察局。交个朋友，说我性骚扰，我讲话也很有礼貌啊，我也称赞你，说我什么性骚扰，女人都一样，漂亮就了不起了，这个社会真是病的。看不起我，这个碗子给你做，谢谢。这是发生什么事？
我们不吃，我们不吃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这样子？他被制服了。出口只剩几步，我们出去
出去，真的看到医院，我们不能进去，真的把你的眼睛治好了。走，小姐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找到你了，啊，还多了一个爸爸。关我就关啊，我有看到你们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你们踢小，我不知道啊。好了，医院在哪？你还可以吗？还可以走吗？可以吗 ？OK。待会儿见吧，啊。
面临攸关生死的危机。根据网友的留言，还有听到的消息，市区正在爆发一场暴乱，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恐怖分子的自杀式攻击，还是生化武器被投到空气还是水中，还是什么大小的。一群人在马路上互砍，其他地方都一样，他们都疯了，他们都乱杀人。我不知道警察到底在干嘛，我只希望他们有配枪，这就是最靠北的地方。还有各地的强暴事件频传，男女老少无一幸免，我真的不敢相信这些事情会发生。不管怎样，我会持续直播。
拜托，拜托不要干嘛，你不要干嘛，我的错，拜托，拜托。喂，喂，醒醒！干，就叫不要打头，都昏倒了，这还有什么好玩的啊？我想到了。来一次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啊！把内裤脱掉。你在没有？滚啊！你们在地上了。给病人一点空间呢、哦。现实已经被封死了，你们先待在这里。为什么？那些疯子冲进来，警察局离这里很近，我们还来得及过来支援。那个畜生把一个小女孩活生生给烧死了，实在是用力压住我。你可能有点脑震荡，我带你去做 CT 扫描。没事，只要小心。哎，啊我嘞，鼻子没断，你没事。小姐，你不能进来啊。小姐，我们先去治疗好吗？再给我们一点时间。
谢谢你，谢谢你拉了我一把，谢谢你救我，我不会忘记你。小立新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可是家己要拍电影。手机借我一下。哦。好。谢谢。解锁。同胞，大家早。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1128。我们正从国防部的指挥中心向全国广播。由于目前的情况非常紧急，我们限制媒体的参与。哎，领导，只是登录我的 LINE。我只是要打个电话而已啊。我的 LINE 打电话，现在谁还记得手机电话号码？我就记得啊，最好很难。你给我闭嘴！你刚才就差点害死我们两个，现在还想怎样？我们已经安排从低感染地区调来军方医疗人员前去支援。我们现在就请谢国仁总统来向全国发表演说。荧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想先向大家致歉，因为我们无法及时掌握这个情况。自从首次相关案例报告出现以来，政府各单位相关部门都持续努力解决中。截至目前，国家科学中心仍未找出感染者攻击别人的真正原因。这不是境外势力入侵，也不是化学武器或反动势力引起的暴动，虽然看起来像是电影，但没有证据显示甚至严重威胁民众的健康。关键是我们该如何用最快最专业的速度和精神来处理。政府傻小啦，现在上历史课啊。虽然还没有相关证据显示新型病毒是造成当前状况的主要原因，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。我们必须同舟共济，这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考验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我们将战胜这一切。谢谢。正如刚才谢总统所说，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是一种高传染力的病毒，而这种病毒会彻底的从本质上将一个正常人
变成一个具有虐待倾向的杀人狂。根据可靠的数据指出，全国感染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5%到20%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已经有将近450万的同胞被这个病毒所感染。这450万名感染者，目前在全国四处乱窜，不管是杀人、施虐，还是强暴，都只是对这些人的行为最保守的形容。我们要以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，一起遵守国防部所颁布的紧急命令，正如总统所说的，公开透明，有助减缓疫情。想要怎样啊？点点啦！你卖讲话，无人当你是黑狗啦！你妈先怪我是不是啊？我没有偷过那草包。我你今麦是要安怎？大笑啦！我你想啊！你妈干啥啦？你在干啥？想啊！操你妈！大笑啦！想干你都来啊！操你妈！大笑！
擦你擦到你爽死。好吗？我在路上，你又怎样吗？我没受伤，我在台大医院。我想好的是，这里全家都死光了，现在这里只剩下一群疯子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，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能来找我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已经不知道。凯婷，我跟你讲，你现在深呼吸，冷静一下，你再忍耐一下。现在路都封住，我要绕一下路，我一定会过去找你，好吗？我好害怕了。你找个地方躲起来，对，你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然后你再把你用赖传讯息给我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传给你，我手机掉了。好，我可以接电话。你可以打给我，我可以接电话，你可以打给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等一下到我这就打给你，我到我这个跟你讲。我一定会过去找你，好吗？你手机记得要关心你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真的好爱你。你要知道，你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。马上就到了。
操他妈的这个死贱人！我正想找你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想交个男朋友的。我想，我只是在等一个适合的真命天子。你想讲迄个大裤袋已经无代志啊？你敢知影？夜目睭小已经伫我懒觉顶头打去啊！我咧甲擦的时阵哦，爽甲哀叫，佫叫我莫停。刷来就换你啊！但我欠干的臭鸡来，拢是因为你，我才干的着迄个大口袋。
是去李明那边，水管上面有手铐，把自己铐起来。什么？把自己铐在水管上面，快点。不要。我根本不认识你，也不确定你有没有感染病毒。你最好照做，帮我直接开枪。过去。靠前。怎样？我知道这样很冷，这是一种化学消毒剂，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效，能够无看药不？好巧！忍耐一下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被感染，可能你本身有抗体，80-90%的几率。你什么血型？把衣服脱掉，衣服上面可能会有病毒，必须要处理掉。我会给你干净的手注意。你手铐铐住要怎么脱？你自己想办法啊。你是医生。我是病毒学家。那你在妇产科病房干嘛？二楼正在装修啊，平常不会有人上来。这道铁门是整个医院最坚固的门，我也搞不懂妇产科装这门到底要干嘛，好像怕有人把小孩拖走一样，只会干这种事情。你跟我听啊。没有。你开诊过去吗？哦。啊，你是真正出问啊！我爹在做北部的，根本就比下来。病毒把大家人生都毁了，脱好了吗？
婆听说被感染，早就有症状。妈，等你衣服换好，我再帮你验血。不好意思，吓到你了。这把枪我只是用来自保，几个月前我觉得可能会需要用到枪，才用 3D 列印做出来。这不是 BB 枪哦，我退伍前偷了一些子弹当纪念品，你应该听得懂哈。病毒会发生突变这个事情，我已经整整讲了一年了。但我们这个国家，没人愿意相信专业，做什么事情都要讲政治。尤其是那些政治人物，一旦进行全境封锁，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政治生涯全毁了。为了拼选举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冒险让国家在选前陷入经济衰退？这个就像附身啊，是起档赶快，你知道吗？病毒它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，它会连接控制攻击行为的脑区，跟控制食欲跟性欲的脑区。这些区块哦，原本相距就不远。跟他签订条约 ，But 我在想，病毒完全可能是自体突变。哎，边缘系统不是我的好啦呢。我们人类自以为是万物之灵，会自己思考，会做出符合决定的判断。But 事实上，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受到边缘系统的影响，大脑只是为了控制我们的欲望而存在。而且我看过一些病例，有些边缘系统受损的患者，他会一直觉得口渴，只要你给他们水，他们就一直灌，一直灌，灌到自己撑死为止。哇，最恐怖的地方就在这里。那些感染突变病毒在走廊上攻击你的人，其实他们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有多坏，有多恶心，但是没办法，他们克制不了这种强烈欲望。要他们不顺从这种欲望，就好像要你不眨眼睛一样。哎，不眨眼睛我干苦嘞，对吧？搞不好他们的眼泪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内心强烈的罪恶感。而且突变病毒保留了大脑大部分的机能，病毒不会降低他们的想象力，反而会让他们想出最可怕最可怕的行为。我在想啊，这个机制跟虐待狂有点像。如果受害者他越害怕，他们就越开心。我跟你说嘛，被强奸的人怎么会觉得舒服，对吧？没试过怎么会知道。哎，好了吗？好了，我帮你一个血。再等一下。Thank you.
不用验血了，我刚刚注射浓缩的病毒液，如果你体内没有抗体，很快就会发作。再等五分钟，我会检查你的状况。只要你没有出现症状，我会带你去屋顶的天气坪，会有直升机来接我们。如果你对病毒免疫，那大家就有救了。要是我拉开帘子，我发现你感染了，我会直接把你杀掉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我，也不会想跟我一起离开。那你好好想一想，你的血液可以用来制造疫苗，你可以拯救全人类。刚来这里的时候，想说这里没有人，但有八个小孩被丢在这里，我没有办法救他们，我连我自己都快被放弃。那大家外口遐笑的，看到这个囡仔，把你当作玩具，生甲伊爽啊，生甲伊欢喜啊，我甲伊吃掉，不然我是个臭死。你这如此惨命，我让我想着反省。其中一个囡仔有抗体，我可以注射病毒提来做实验。我倒做唔对，我是倒啊做唔对，我连这拢爱死啦！我是救大家，我救因啦，不是别人啦，啊！是最后一种全部拢感染啦，无一个免疫。一个体力比较好，所以还活着。就这样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把枪放下。Ugh!
心爱啊，没有我你生不去啊，你开不了那个门，快扶起来啊啊！付钱，付钱！啊！快走！啊！这样他们才不会带你走。给我闭嘴！快点！啊！家凯婷，现在我把你的老人剁下来，然后喂你吃。你死不了！想哪？找到我了，凯婷，开门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快乐，找到你好快乐。还是要来接你的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海婷。你讲哦，从今天早上啊，我听到你打电话给我说，你好害怕，你好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找到你，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。等奶子割下来，再把你那张脸砸烂。凯婷，看着我，然后再把你一片一片的撕下来。看我，凯婷。
道我很凶，你知道我好爱你吗？真的很爱我心。